那其中呢，刚刚演唱了一首这个《潮水汹涌》，那还有一首也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，它有将近400个字。也是这样专辑里面其实最难唱的一首歌，对我来讲。但因为它有太多我想对大家讲的话，所以我想完全尽可能的去保留它的全貌。所以也就是这首歌它为什么如此的难唱和词多的原因。但是我觉得它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想要讲的话，它能够代表我可能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想说的话，最想说的话。所以今天呢，其实也是我第一次面对观众来演唱这首歌曲。当然我知道你们不一定跟得上啊，那没有关系嘛，我们还有和你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跟得上，可以的。好，不开玩笑了。那我们就接下来演唱这一首，因为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。是宇宙深处的声音。
着。